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于民国74年竣工，由北港朝天宫筹资兴建，委托中国医药大学经营。97年正式升格为区域教学医院，105年新建第二医疗大楼，扩建急诊、复健部门，同时积极融入社区，建立完善的长者医疗服务。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是云林海县唯一中度急救责任医院，发展救脑、救心、救命的急重症医疗，组织一条龙式整合团队。脑中风黄金3小时专业治疗，脑中风全人医疗团队。社区防治团队，SNQ 国家品质认证，急诊冠心症团队24小时待命，专业救心团队，到院前心电图 AI 判读，急诊加护病房专科专任医师助诊，具备严重多重外伤诊断及处置能力，以病人为尊，以员工为重，以医院为荣。秉持妈祖精神为乡亲服务，是大家健康的好处兵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。